也对，你天天出去这买菜去，往耳朵里插。我天天出去，天天让车撞啊，这是话对。天天插个耳机能行？你看我天天插耳机了，你哪眼看的？你咋不吱声呢？我让你说话。这他还没素质。你有素质，难不住我呢。喝点。一上午上那嘎达去买个啥？你说，买个那什么？你上午不想饭了？这家伙半天啊，下午又去了。买啥呀？买啥？来来买啥？你给我说出来，买啥呀？买个啥来？小块儿，小盒儿。他妈不追人话。走到二道街，车没电了。你看推过来的门碰着了吧？推走了的。我推着我愿意，我愿意。那镜头多给我挂。我扔了都不给他。我也不要。他肯定都吃不了这玩意儿。你慢慢的，你不用羡慕。不用羡慕，这玩意儿还有羡慕的呀。俺得有人伺候，有人这人喜欢。惯着你。你听我说话。哎呀。咋总有点腥呢？腥的吃。有点腥的好呢。没放六九啊？大哥，怎么没抄呢？咋没抄呢？有点腥。咱那边出来人说没抄的。哈哈哈！那咋腥呢？可腥了。噔噔噔噔噔。搁点药水。搁点辣椒啊！搁一个辣椒里头，胡说，辣好的。